前宜兰县一名阳性男子趁国庆连假时独自前往仁爱乡山区，打算攀登在深山智能高山，却迟迟未归且失联。来自捷克的跑山兽罗培德受家属委托进行搜救，他发挥山林越野专长，并在杨楠失联的第29天于一处瀑布下发现杨楠的遗体。他向他承诺，一天的时间召集了八位勇敢的原住民，九人合力让他能早日回家。途中遇到暴雨以及湍急的水流，但他们彼此互相帮助，克服所有困难，不为爬山涉水也要完成任务。他们将遗体搬运至适当地点，并由直升机协助将杨楠遗体运下山。过程曝光也让网友不禁鼻酸，致敬所有参与山难救援的勇士们。Don't ignore weather, please. Weather is the factor.